好，感谢主。经过了三个月了，上次是五月初，到现在三个月了。上个礼拜在空中跟你们见了一下面，再一次有机会能够在波特兰，你们叫做华人福音教会能够一起在主日敬拜神是何等的美好。今天能够聚会，其实每一次的聚会，无论在空中还是在一起，会看到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好吧，我们先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其实聚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宣告，我们用主导文祷告其实也就是一个宣告。如果你看得到屏幕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他，永不改变。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起说，阿们。阿们。不会动。好，刚刚有一点小技术小问题。我们今天早晨要用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二节来分享一个题目，世界的光。刚才领会的弟兄带领我们唱的三首歌有两首都讲到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是他自我的一个宣告。在约翰福音的序言里面这样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真光表达是在神永恒里面的光。约翰福音讲到真良、真光、真理、真道，而这个真光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包括好人，也包括坏人。马太福音这样说，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神的时候，他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包括好人，包括坏人，包括义人，包括不义的人。然而世人对真光的反应却有所不同。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里面讲到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害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光，却就是讨厌光呢？那么主的话说，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恐怕光显出他们一切的黑暗来，所以他们宁愿活在黑暗的里面。然而，当我们说耶稣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个就是我们渴望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另外一个反应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恶人一样，我们害怕光显明出来的时候，也把我们一切的恶都显出来了。所以圣经提到神是光，提到耶稣是我们的光的时候，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讲到说神是如同晨光一样，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又讲到他的光像正午的光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光的两面。在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撒加利亚就是从神那里启示到他的儿子这个施洗约翰要迎接的那一位是我们的主。那么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里其实会看到，就是当我们讲到那光是真光的时候，讲到神永恒的属性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神公义如同日头的光一样照到我们，另外一部分就是路加福音这里面提到的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所以当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渴慕要见到真光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的主像晨光一样，非常温柔的带着神的怜悯的心肠，好叫我们原来是死在黑暗中死荫里面的人，我们不会害怕见到神的光，因为他是满有怜悯的神。早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约翰福音8章1-12节这段经文，会叫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神公义的一面，还有神怜悯的一面，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我们在5月的时候分享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耶稣我是的宣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提到耶稣的话是使我们每天甚至直到永恒都能够靠着耶稣的话我们得以存活，不仅如此，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从约翰福音7章，我们就会看到耶稣的这些自我宣告里头其实是有一个连结的。当我们讲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的时候，那么提到就是耶稣行5饼2鱼的神迹，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道都已经忘记了，三个月前讲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但五饼二鱼的神迹叫我们看到，当时他们并没有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乃是跟耶稣到山上要听耶稣的道。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其实就是讲到祝棚节，而这个祝棚节跟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有一个连结的。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讲到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是指到节期过后，然后第八章第二节说清早又回到店里。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一段记载一个这个行淫被抓到的妇人里面，面对耶稣的审判里头，我们看到的背景其实跟约翰福音第七章祝棚节里头耶稣所说的话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么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讲到说，节期的末了，也就是祝棚节节期的末了，就是最大之日，整个节期最高峰的时候，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生命之道不仅是使我们得以存活，并且使我们能够经历生命的大能，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底下有解释，乃是指到信耶稣的人要领受圣灵，被圣灵的能力充满的一个经历。我来美已经有28年了，然后过去的这几个礼拜，让我觉得这个国家是最进入最黑暗的时刻里面。我们何等需要真光照耀，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又害怕真光。但是耶稣的话，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如同清晨的日光，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因为我们早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也在他的光中敬拜，我们也要在他的光中，我们晓得如何在这黑暗笼罩的时代里头，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他。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记载了一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来的一段经文，让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或者你们可以听我来读。约翰福音八章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店里。众百姓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营的时候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所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如果留意这一段话，会发现其实耶稣只有讲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对群众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第二句话是对妇人说的，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然后耶稣也做一个这样子的宣告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更要留意的是，耶稣他向我们显明的，换句话说，我们更多的时候要注视耶稣，认识耶稣，使我们晓得他后面的宣告。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赦免一个行淫的妇人。在教会历史中是有争论的，事实上有一些圣经的版本比较早期的时候并没有这段经文。那么圣经学者威廉·巴克利他说，可能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则危险性的故事，会给断章取义的罪人随便与放纵的借口。然而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里面说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感谢主，后来这段经文又被放回他原来应该有的地方，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因此不仅是看到耶稣是世界的光，也晓得怎么样在黑暗里面能够跟随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光不仅是照在黑暗里面，光也要照在世人当中，甚至光要照亮我们的生命。早晨我就从这三个部分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就是光要照在黑暗里面，光要照在
黑暗里面。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六节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那里。可能我们要问他们想要干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他们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按照他们的话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提到说，奸夫淫妇都应当一并致死。问题是罗马的法律，奸淫罪不是该死的罪，所以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表面上他们遇到信仰，遇到摩西的律法与现实里头，在罗马的法律之下，他们似乎不晓得怎么办，来请教夫子，这应当是蛮好的嘛。但是约翰却说，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验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问题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捉就是一对，怎么会只有淫妇没有奸夫呢？我们如果回到第七章祝棚节的这个背景里头，就会看到以色列人三节里面，祝棚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是纪念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也是纪念他们在这个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庆祝秋收的一个日子。换句话说，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当黑夜来临的时候，人们在吃喝快乐的时候尽情放纵，本来是纪念神的恩典的日子，却落入黑暗的网罗，迷失跌倒。可能弟兄姐妹会遇到自己的公司，或者是你新开的公司股票上市了，或者你做的一个 project 就是成功了，庆功宴，大家的股票都跌，只有你的股票涨的，所以呢来吃喝快乐。我听到很多人在这样子的里头就犯了罪，一些公司在年会的时候吃喝快乐分红之后，就做了一些事情是原来不会做的事情。然而当我们仔细看这个妇人被抓到的一个情况里面，显然是设计好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在祝棚节的时候和耶稣一直有许多的冲突，他们原来要捉拿甚至要杀害耶稣的，只是没有把柄。所以耶稣无论是同意他们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或者不同意他们，其实他们就是
要抓耶稣的把柄，因为他们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耶稣不同意他们的看法的时候，他们会说，耶稣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如果同意他们的看法，那么显然的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违背罗马的法律。所以无论怎样，他们都会借着这一个试探要抓耶稣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我们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有三种人。一种就是在节期里面放纵情欲，迷失跌倒，落入黑暗网罗的人。第二种人呢，就是在节期里面捉拿犯罪的人。你说捉拿犯罪有什么不好？其实他们是想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然而耶稣是黑暗里的曙光。我们可能会想，耶稣弯着腰在指头，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到底在写什么？但是我刚刚已经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能我们更多的时候要看耶稣，看耶稣。耶稣在节期过后，清早又回到殿里。节期过后，大家都快快乐乐的打包回家，耶稣却在清早来到殿里。他在做什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在黑暗里头，有不少人是等候清晨的日光临到的。所以耶稣清早到殿里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他们想要听从神来的话语。所以耶稣每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福音书总是多次的记载耶稣来到圣殿教训百姓，百姓也都渴慕要听他的道。即使节期已经过去了，他们愿意在回家以前再一次的来到圣殿，要听耶稣的话语，要领受真光所带给他们生命一切的丰富与美好，引导他们能够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不知道，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逐日的时候，我们一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渴慕要见到耶稣，要听到他的话，要让他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们如果往下看的时候，会发现耶稣的教训和文士、法利赛人基本上有几个不同点。那么第一就是他们对罪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认为世上有一些人是罪人，
有一些是义人，而义人就是他们自己。耶稣呢？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寻找拯救罪人、有病的人、失丧的人。今天这个世界对罪的看法也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类似的地方。我比你好，你比我坏，我是义人，你是罪人。我们看，无论是在法庭上，或者是在许多的争论的里面，重要的是什么？是我比你好，而不是说我没有罪。所以这是对罪的看法，耶稣跟这个世界的看法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就是对律法的看法。为什么法利赛人认为他们是义人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遵守律法的。那么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耶稣与税吏跟罪人同在，这个罪人其实就是讲到不遵守律法的人，就是罪人。这是法利赛人的看法。但是耶稣怎么看呢？耶稣认为世人需要回转向神，人不可能靠着自己达到律法的要求，除非神的道、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但是乃是要叫我们借着耶稣，借着他的话，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全律法，进入到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丰富与美好里面。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这样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是讲每一个人都需要光。你需要光吗？让我们在耶稣的话语里面，让他的光能够照在我们的心里。当他们这样子问耶稣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却在地上画字。这里可能我们要更多的来思想耶稣在做什么。圣经说光照在人心里，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面对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我们要问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会问这样子的问题，说耶稣你在地上你画什么字？那我要告诉你们，那不是重点。为什么不是重点呢？如果耶稣在地上画什么字是重点的话，圣经一定会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说可见，那不是重点。圣经的话要引导我们将眼光注视在耶稣的身上。弗里德牧师在《上帝的自我介绍》里面，他说这里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耶稣在想什么。
们问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所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耶稣却在地上画指，他在想什么？我们刚刚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教训对罪的看法，对律法的看法，我们现在要看，当光照在人心里面的时候，能不能够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做什么。好，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地上的字是什么不重要，那么耶稣在想什么？耶稣会不会想这个女人有没有罪的问题？我想应该不会吧。那么耶稣会不会想这些人想要控告他，要抓他的把柄，然后耶稣在想，我怎么样用话语辩论来赢过他们？我想也不会吧。那么他到底在想什么？好了，弗利的牧师他说，我觉得他对耶稣在想什么有很特别的领受。他说耶稣这个时候在想，我要怎么样救他，我要怎么样救他，因为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以赛亚书也提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所以耶稣想的是什么？是救恩的问题，怎么样能够借着他的话语以及他的救赎的彰显，使这个有罪的妇人能够得到拯救。然后呢，然后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其实这句话如果我们直接的翻译的时候，可以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打他。这个第一个很厉害哦，不仅是讲到定罪，还讲到行刑。群众暴力里头，主使者常常隐藏在人群中，所使人施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要用智慧的话语来显出人心里面的恶。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曾经记载，所罗门王用智慧来审判一个嫌疑的一个案子，但是耶稣不仅是用智慧，用真理来答复那一些要抓他把柄的人，其实
耶稣的话语更是用性命要来答复他们。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打他。如果这群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泯灭良知，丢第一块石头，那么我们就晓得第二块第三块也就陆陆续续的会丢出来。不但这个妇人会被当场打死，更有可能耶稣也会一并的被打死。所以耶稣不仅是用智慧，并且也是用他的性命来说这一句话。那么你可以说耶稣冒着危险，但是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表达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所以耶稣说这句话，正像在黑暗里面的一道光照进人心里面最深最深的里头。所以当耶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第八节，耶稣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奇妙的事发生了，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里提到这些人从老到少，包括自以为是义人的，在神的光中都看到心中最邪恶最隐藏的罪，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个没有罪的，也没有一个人敢第一个拿石头打那女人。当我们说从老到少，从这时候所有的人，最明理的人到最冲动的人，自以为是好人的到我是好人坏人都无所谓，狂妄的，狠心的，邪恶的，一个一个的都离开。这画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将来在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靠着自己的义站立得住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约翰卫斯理，英国的是那个George Whitefield 跟约翰卫斯理同一时期卫理公会的创始人，曾经经过那个一个 断头台要这个行刑的地方，然后有人就指给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说，你看
这个坏人现在他要当众要接受这个行刑，George Whitefield 这样子说，若不是神施恩，恐怕我也早已走上断头台了，恐怕我也早已走上断头台了。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讲到定罪的问题，这个石头也讲到是一个刑罚的问题。然而当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时候，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光中都看到自己心中最邪恶最隐藏的罪，没有一个人敢第一个拿石头打那女人。真光照耀显明人都是在罪中，也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回转来归向神。第三，我们看到光不仅是照在人的心里，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照亮的意思不仅是看到心中的黑暗，也是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脱离黑暗，进入到他生命的光中。圣经说，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并不是说他没有罪，乃是说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来有恩典有真理，乃是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领受到赦罪的恩典。耶稣来就是要叫罪人能够承认自己的罪，罪得赦免，有一个自新的机会，可以重新来过。我们之前也提到那个38年的摊子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即使是这一大半生都过了，每一次来到耶稣面前，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因为他是赦罪的主。所以每一次我们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求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也求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继续不断地领受神赦罪的恩典，活在他的光中。然而耶稣却为我们的罪付上十字架的代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赦罪的恩典，我们也看到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
不再犯罪的生命。这里我要再一次的引用布利德牧师他对耶稣所说的话，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的解释的，他说这里天父会说，孩子没有问题，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爱你，但是不要再犯罪了。讲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借着耶稣，我们可以无条件的支取神赦罪的恩典，完全的爱，因为我们在天父的眼中极为宝贵。新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在耶稣的光中，不仅是脱离黑暗，耶稣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换句话讲，这个光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能够胜过罪恶，能够脱离黑暗，并且可以不再犯罪，不再犯罪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的宝贵。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是要渴慕，好像何西阿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更认识他的时候，耶稣的光就要临到我们，让我们不仅是能够脱离黑暗，并且能够领受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与美好。1986年、有一个英国的这个记者叫 John McCarthy， 那么被恐怖分子就是绑架，然后囚禁在最近爆炸的这个贝鲁特黎巴嫩里面有5年之久。那一段时间前后有10年，有96人这样子被囚，有许多人囚禁在地下的那个黑牢里面，最后都死了。但 John McCarthy、提到，就是当他单独被囚在地牢里面完全黑暗的时候，完全没有声音，听不到声音，只有每天从地牢上面打开的时候，有人把食物水掉下来，然后就再也没有。然而每一次这个拿食物的时候，食物坠下来的时候，虽然是完全黑暗的，但是仍然会有一丝的非常微小的光能够让他看得到。他说就是那一线的非常微弱的光，使我的心仍存盼望，能够继续的等候。我不晓得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你们在 Poland， 在 Maine 面对 COVID-19 的时候比较好过，但是有许多的人，特别是
年纪大，然后被感染，然后被隔离两个月、三个月。有些人虽然没有被感染，但是也被孤立跟整个大环境隔离的时候，我们怎么期待这个疫情会过去？刚才我提到，最近这一段时间，更多的看到从 COVID-19 一直到今天，面对11月的大选，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的争竞里面，美国的经济混乱。我跟我的小孩说，美国现在乱得一塌糊涂。他说乱还好，最怕的是乱七八糟，工作机会、美国梦，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我听到有一个报道这样说，他说有四分之一的美国的教牧人员离开自己的岗位。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两天还有飓风，加州的大火仍然继续在那里燃烧的时候，你要怎样祷告？我要怎样祷告？教会要怎样祷告？你要站在哪一边？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在八福以后，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城不仅是讲到耶稣的门徒，乃是讲到主的教会。我们今天我们讲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耶稣对他的教会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主的教会在末日应该要明光照耀。今天面对美国选举的时候，很多人批评教会，说福音派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像当年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不是看到说我们要站在哪一边，还是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面对公义的里头要拿石头的时候，要想一想耶稣的救赎跟他的怜悯，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让我们站在主的那一边，让他的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让耶稣基督的教会，让 Portland 华人福音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世上的光，明光照耀，在黑暗里面使用的人晓得怎么样来跟随主。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愿我们活出耶稣的光来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的明光在这黑暗的世界里面再一次显出他的怜悯来。 Graham Kendrick、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 Shine Jesus Shine， 哦，主发光，愿主爱的光辉在这黑暗弯曲的世代的里面能够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不但如此，让这地能够充满父神的荣光，让美国这一块土地，让世界，神所爱的，神爱世人，也是讲到世界，能够充满父神的荣光。早晨的信息听到这里。